中超第十九轮联赛今日将打响，保级组率先出战，然后就是争冠组。本赛季中超只剩最后四轮了，然后就是一月份的足协杯决赛，单场定胜负。这四轮联赛对于广大球员来说非常关键，表现好坏决定着自己能否进入国家队。李铁的下课，李霄鹏上任。李铁在选人方面饱受争议，如今国家队在十二强赛已经没出现希望了。最后四场比赛锻炼年轻人，为亚洲杯做准备。 或许是国足和李霄鹏接下来要考虑的事情了。放眼中超，目前各支俱乐部，要说年轻球员的表现，多人表现都很精彩。媒体人李璇就给出了一份大名单：张玉宁、郭田雨、蒋光太、严鼎浩、高天毅吴少聪、高准翼、韦世豪、杨立瑜、魏震、童磊、阿布拉汉、朱晨杰、黄子昌、韩佳琪等。这份年轻人大名单里，代表着中国足球未来新势力，而其中两人都都是 U23 球员，堪称双子星了。 一个就是郭田雨，目前在射手榜单上排名第四，打进了十个进球。还有一个就是严鼎浩，目前在助攻榜单上排名第四，送出了六次助攻。郭田雨目前带领山东泰山十分领跑积分榜，本轮比赛只要拿下三分，就提前三轮夺得冠军。而严鼎浩带领全华班的广州队跟上港战成零比零，球队位居第二名，向着亚冠赛场勇往直前。这支青年军已经走出了低谷。好的中锋。 是一支球队进攻端不可或缺的存在，郭田宇就是这样的球员。而一个好的前腰送出漂亮传球，梳理球队进攻也是非常关键的。颜鼎浩就是这样的球员，这两人是中国足球的未来，代表着一种财富。李霄鹏应该重点启用培养。